一万元专供特价商品，单身汉的家，美的像样品房。挂满图画的壁面，整齐的书桌、电视柜，宽敞明亮的卧室空间，以为是哪间民宿吗？其实这里是他的家。居家布置不需要花大钱，也能非常有质感。这间八平大的雅房位于台南，租金8000元。当时我搬来的时候，这里只有一张床跟窗帘，桌子是后来房东给我的，那其他都是我自己布置。当时我大概花了一个月去整理。我搬来这边之前，其实我都没有学过什么室内设计，所以我都是从零开始。有活动、出清、看质感好的，我就会先买起来放着。他把抱枕套变成桌布，丑陋的电箱以及管线运用挂画巧妙遮蔽，运用课堂所剩的花卉制作成干燥花点缀房间。我平常在社区大学上插画课，那会有一些东西剩下就做成干燥花。不必花大钱，发挥巧思购买特价商品或是身边可以取得的材料，你也能打造专属的居家风格。地产中心花了10000出头就布置好了。采访报道。